我是因为没有位置爆完了呢。你另外一个外合成对吧？欸、第二个刚来什么？哦，第二。哇，赞！玉山银行，不是玉山旅社，玉山银行放款部。各位如果有这个想要贷款的，请找他哈、哦，他会给你放宽一点点。对，摇滚区，哎，你坐摇滚区了。摇滚区啊！哎呀，李老师甲今日一旦你上去买品，我讲但是讲，爱买车伊才要上。这个是主播生意的开放啊。爱车一桌仔顶，很免钱，家己摸很很的。你无无嘛，我勒感觉对伊真尊重，愈加很啊无伊讲。那这坐去你家嘛是无人要看，现愈多就讲愈多，嘿，啊啦，现愈紧就，对，讲愈紧。好，这个，今仔其实真欢喜吼，会当邀请到咱故乡的，尤其吼邀请到伊袂歹，含我以前的老厝边吼，咱黄大哥嘛是都学出来，啊无阮可能学出来，你是对倒位学？迄个胃，即个变怎甲胃出来吼？即、這个人啊，敢毋是用要喝你味啊？即有真久长诶文化诶历史吼，伊拢消失无踪。但是我想，阮啊家己诶庙宇诶文化，确实有一点趣味吼。我以为今仔日迄个新港文教基金会伙伴我啦，阮以前来办这方面诶，哦，我迄、那个庙诶遐个解说员吼，我规挂拢会来，所以。至少袂歹，今仔看到我有少年辈的朋友，毋是咱以往咧想讲古迹文化，还是即个庙宇文化，拢是士大人，还是有才调，还是有辈分的人咧管的。吼，也有机会，咱愈来愈有机会，即个少年人愈知影即、這个庙宇的人文即个背景。我想啊，对以后咱要安怎来参与？甚至有一天，人讲，搁来是少年的时代到啊吼，是毋是有机会换少年人来接管吼？我想这才是一个新的文化。讲到庙的吼，最近新港文教基金会确实有一个作为吼，互我真钦佩。因的即个义工团拢少年人，啊，因去办因的即个庙的吼，去会即、這个。其他的宫还是其他的优惠，所以因徒步哦，光脚安尼，啊，无爱放炮，无爱在闹热天，啊，因遮少年人有法度吼，庙会当放互因，以往是拢爱用闹热天出巡去会友，去会遮即个一挂遮路主遮好朋友，遮优惠优宫，结果伊用走路的。哇！啊，而且迄个座位内底，我看伊咧开会过程真侪，迄种突破性真贵真侪吼。所以我想，这应该是会当看出另外一个时代转变。因新港文教基金会是遐嘛算奉献真久，啊，奉天宫其实嘛算大金的庙宇。以前咱知影庙宇啊大吼，都无咧插咱遮啥物义工，还是咧解说人员，伊无咧插你啊。伊感觉庙上大，唔相信你去问。聊天中就知影吼，过程内底，我虽然我嘛是北港的，照你讲，阮是，吼，阮是有阮的骄傲性，但是即个过程内底，我感觉爱对奉天宫一届作为吼，予伊一个真大个鼓掌吼。啊，所以这是希望新时代，想要摆即个演讲，我想有一个意义吼。咱到庙宇内底，正确讲嘛是咧讲即个鼓掌的部分，即个建筑，即个建筑史。问神相卦，这可能大家可能会当讲出真侪跩故事。但是咧，啊，如果这个彩绘，尤其是这个较早安怎对话吼，在甚至甲带我看咱这个黄大哥咧用平板电脑咧看这个，哦，这个一挂跩机啊吼，在练字，我想这内底阁有愈侪趣味的部分，过去拢较无人知。啊，我想这也是为着安怎今仔日要安排这样的演讲。我想我嘛拖时间拖了有够的时阵啊，当然嘛开始咱来鼓掌，邀请咱今仔日毋是男女主角吼，是咱的真正的男主角，是个咱的郭大哥啊吼。哎，郭大哥其实我是温林捡到啊，有伊吼伫遐咧做跩解说，我想伊有一套无共款的解说技巧。
那所以今仔日你除了除了这猎物以外，你买单含咪青岛足重诶，听讲你买做事，所以做事有兴趣，还使找伊。好，我无一直讲话，等下伊就讲连连讲啊。是，咱呼声无够啊，呼声无够。哦，是是是是，要开始演歌戏。我讲，这真正是吼共创治。来这个所在，就爱搁烫只脚，害咱安尼一个脚撑出来，一统天下。是无要紧。好，咱各位乡亲，大家晚安。我是昆林人郭喜金，吼。恁若讲要过参花，也是讲过大水沟，吼，可能无咱郭喜金才拄啊好。啊，大家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今仔日是要来甲大家介绍，讲咱伫庙宇吼大小大小间庙内底，诶，即个人讲红仔戏出，红仔戏出啥？啊，都是安怎顶悬那画仔，啊，竖起起个就好啊。啊，顶悬画这画乌擦白，上看有问题，这就是艺术，这就是文化。啊，咱食、穿、用、大开，过来。就是一寡文化、历史，啊，搁艺术，吼，啊，予咱感觉起来有一个内涵，吼，啊，嘛是一个过去岁月的一个，吼，一个累积了后，才有咱的文化，吼，可比讲啊，这什么韩国文化、日本文化，吼，啊，中国文化、汉人文化，包括咱这种啊，什么，搁来分较细，就是。原住民民吼，在文化种种，每一个民族一定有每一个民族的这个文化。吼，有讲啥？迄个用国语吼，叫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各地拢有各地在地的特色。啊，这种的物件，有的也淬炼出一挂在装饰图腾、民间艺术习俗。啊，当然有发生，这个每一个所在一定有发生一挂，人讲啥可歌可泣的那些历史。啊，会被流传下来的，除了大忠、大恶，哦，感人肺腑的这些忠孝节义的故事，才会传落来。啊，有文字，哦，写字，也是讲画红啊，哦，一挂艺术、艺术雕刻，哦，这物件会留落。啊，伫咱台湾一个较特殊的所在，就是，各庄拢有庙，哦，啊，大庄较大间。细庄较细间，啊，上至少嘛，啊，搁有一个特地公庙，吼、哦，啊，一般拢一世界等看到妈祖经，吼、哦，啊，大经细经拢不管了，只要神呐有人供就会兴，啊，有一个所在好徛起，内底就出现一挂，在讲一挂雕刻艺术，不管是木雕、石雕、高级人吼、哦、高级人汤的这個，拢总会出现。顶管为虾米？上接看到的就是这个咱讲凡仙、三仙、福禄寿。也是讲八仙，吼，八仙中爱有一个头壳秃秃，就是接白鹤，安尼就陪迄个南极仙翁，安尼叫做八仙经寿。你若假使八仙若无经寿，会变做八仙咧拍麻雀。八仙拍麻雀较奇怪，是安那会讲八仙拍麻雀？咱稍等下，吼，有这个图片会等下大家介绍，啊，迄个迄段小故事，放咧后壁再讲。各开会讲上济，伫咱在传统诶寺庙内底有足济故事诶，啊，即个故事拢画伫壁顶，普通啊，都来庙去庙里拜拜，就是求一个全家大小平安顺时。啊，过来，问题是壁要画海，毋知要讲互啥听，绝对毋是庙会诶时间，毋是领老诶时间咧看，一定是平时，啊，都。参与的诶工课啦，做完吼、哦，啊，算讲囡仔也甲骂完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老公也闹完了，吼、哦，啊，经营的孙，阿嬷带孙来去庙口供果的所在，啊，若供供的孙，孙啊，若假使，可比讲新妇若今仔日吼，啊，着讲话小了较喘一丝啦，吼、哦，伊正来甲伊讲啊，啊，顶悬这个吼，这个就是迄当时说咧，做一个新妇的孙啊，啊，因大家吼、哦、已经无出去啊。啊，无法度食红梅啊，剥袂落，伊就用伊个奶来甲饲伊个大家，啊，互伊食甲老。啊，即、這个老大家要过身去个进程，全将伊个孙仔拢甲叫啦，即个早孙吼，
孙新妇、早孙拢甲叫来，讲恁这个大家足有效我，哦，才有我才有法度食到百岁年老。阿伯啊，哦，伊若像我遮老的时阵，恁官啊都爱像安尼甲皇太，安那咧嫁是因孙，咧嫁是因新妇，指桑骂槐。但是咱台湾人咧讲话较含蓄，用这个广告的时阵。啊，讲一寡故事，伊嘛无爱直接去甲伊讲你吼，安袂使对待恁同家，所以是隔壁仔阿婆啊，都替因这个老东西咧打抱不平的时阵，啊，拄好看到迄个因隔壁迄个阿祖啊来收金的时阵吼，安尼甲伊讲说，哦，其实昨昏就已经规阵团片，啊，拢团片啊吼，叫食饭的时阵，喂，饭伫遐家食，老东西咧心肝袂拄好。今仔去拄着我吼，我替因大家来甲大声一下吼。哎，阿祖啊，来我来讲吼，即个吼，即个讲啥故事啊？即个讲啥的时阵，讲讲的时阵，甲伊讲，做人的时势较在规矩。故事安尼咧讲，嘿，伊用即、這个用即个方式，会当教一寡时势。啊，无恁若伫拄滴吼，大家伫拄滴来谈心，我来讲，暗顿你就开始煮。好，啊，像即、這个咱一般来讲，伫咱的。台湾的寺庙内底有足侪故事的，啊，这故事拢对咱的不管是阿公阿祖安尼传落，啊，有的是咱读册听的，啊，这部分伊安尼累积到一个时阵，吼，不管是戏出啥物啊，拢写伫内底，将这物件拢甲轻轻做伙，啊，甲伊摆好做伙的时，出来就变作一本，敢若像咱即马红啊册。绘本书，啊，你绘本书遮济，啊，朝代咱讲着迄个汉人的文化五千年嘛，奇怪，迄个人啊无爱讲中国，嘛无爱讲唐山，选举期间较敏感，折中一点吼，汉人文化五千年，燕元五帝打败蚩尤的时阵才开始算。各朝代拢有历史，今仔日头就要讲的是啥物？人真笑，拄啊啉酒的时阵，他较欢喜啊。要讲的正是关公过五关，关公啊，毋是三国迄、那个啊，正讲的吼。所以这个时阵，我一开始拄啊是台湾人出镜，就起码就是安尼啊。好，大家好，咱来讲一个啊，关云长过五关，斩六将。阿煞伊倒拖倒过来斩一个蔡阳，这个故事，咱来话讲，老毕、关公甲这个张飞，因三人伫桃仔园结拜了后，然后一路经过多番的波折，啊，想袂到迄当时，北方的曹操，伊看到讲老毕正一步一步。要开始向权一路提起来的时候，假讲日后天下，伊一统天下的这个目标会去予伊打乱去，所以开始对北方一路甲对，一路甲对。这个刘备来甲下邳的时阵，曹操嘛带领大军沿路又甲对来。刘备一个看，哎，袂使哩，这个伊有十万。数十万的这个百姓，甘愿对着老毕，甘愿吃苦，甘愿流浪天涯，安尼一关过一关，一户过一户，继续咧走路。再种百姓，想讲，这句吼，当当一个老皇叔皇帝的阿叔，伊日后不管是要匡扶社稷，要来帮助这个汉献帝，吼，然后将这个做出。啊，这一般的甘心来除掉，会当把这个汉室的江山搁再继续落去，就是讲种种的一个打算。所以大家迄边心拢总向刘备，所以刘备伊嘛唔甘将在一路对伊辛苦，再百姓甲放掉，因为伊下底的谋士会再军师咧甲伊讲，你带遐济。迄个百姓安尼吼，你走袂远啦。做错兵马兵强将勇，即个吼，你家己
轻身要走较紧，你带遐侪百姓安尼去走，伤可怜。恐惊去拖累着，即个孙老弟讲袂使。我再大家拢一路跟随啊，我哪免来当讲忍心将因放散。较艰苦，我嘛爱拖咧行，全安尼足辛苦的，千辛万苦将伊又带又带。想袂到，本来想讲伫下邳遐会用暂时来做一个安定，免来知影受天了了。北方做错就对来到位啊！这个孙老弟，伊将伊的家小、伊的家眷，拢来请伊的二弟关坤长来保护。然后，伊参其他，比如讲张飞，吼、哦、啊，加在伊一班，在将军拢将出去外面，吼、哦，拍算讲要阁找另外一个所在，通好。另外一个城，吼，也是一个关遐，会当安置伊这个数十万的军民。这个时阵，左撮大军来到位，关羽奉命保护，因在做这个甘夫人甲糜夫人，身负重任。现在兵荒马乱之际，关军长竟然去用。逼归甲土山去，下邳这边只变作一座空城。关军长心肝干那咧烦恼，讲啊呾害啊！大哥将伊个家眷拢委任我一个保护，我去用威力只翻头，周军干那像狗遐，猛猛争争去就无了。问题阁无大冲落去。全伫土山上的时阵，大咧烦恼，这个是要安怎？大咧想无的时候，忽然间，伊的洞中的丁辽，伊稳稳来到伊，一个远就落尾啊，全安尼话啦，啊，洞中乡亲关军长安仁吼，关军长啊，正好，是乡亲来稳稳来到伊，对，头壳咧想，张文远、张辽是伫个做错的麾下，咧是一名大将，做人原来真忠直，莫非是来劝降的？要来靠劝我投降啊？先生，心卖胆粗惊啥？全安尼参张文远、张辽两个寒暄了后，全坐边。这个时阵，张文远、张辽开门见山就讲。关将军，咱同乡诶，念在咱乡亲之谊，一个利害关系，爱甲你讲，今仔日心上爱在，思贤若渴，假使你呐会当来投吼、哦、来归顺咱心上，日后开枝结叶，绝对有你份吼、哦，有你一份，我相信你若要风车印珠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这才是乱世英雄。张兴，你讲安尼差了，忠臣不服义主。我参老奉俗，甲我的三弟张业德、桃园三结义，我哪有可能轻易就来反背阮的世界？行，无可能。不过，你若无行，你敢知影讲，圣上伊的一般勇将，是毋是有法度像你安尼，会当保护甘夫人甲糜夫人？啊？甘夫人甲糜夫人莫非？请关，分长，唔免烦恼。二位夫人安然无恙。圣上特别下令，袂使干扰到咱两位夫人，特别派我来向这个关将军，你先来向你报备，来向你报告，两位夫人无事，行亦不行，你心肝吼，在将军你一念之间而已，若是不行，再说行，怎样行？归心来辅助做心上，
想想咧无妥当。三站条件，你若会当同意，想想也会当同意，我对你行。若袂当同意，一刀两断。甘愿心想意气，我嘛无可能投降。做错。什么条件？第一条，我官有行行不行做，意思就是讲，我行的，我归顺的是汉条汉室江山，不是行你做错。第二条，风俗该有的在月方，拢总爱来补贴你为所属地位夫人做安家费。啊，第三点。有一天，我若知影我的大哥老毕的气象，即时带着我二位嫂嫂来找我的大兄，身上袂使刁难。伊温婉咧想，我至少若甲答应伊，万不一做错，身上若不准的时阵，我即个头壳反正爱替伊来换。你想想，安尼宽衣之计，先带你变了。应该是会使，啊，不过我爱回去恢复身上。你在厝暂且等候，转安尼跳上马，哈！转倒转去报告做错，无偌久就走回来啊。做错讲你讲安怎拢好，身上讲安怎拢会使，好安尼好，即时我来去见身上，转入去了后，做错随走出来甲门外，哇！观众群救我大人吼。啊，这个是关公大公，唔知影文婉是毋是将三层条件拢甲你讲，你敢有同意？日后袂反悔啦吼？袂，已经已出驷马难追。文婉讲的，就敢若参照你讲的，吼、哦，无问题，同意。全安尼，关公全走倒转去，找去下边。找因两位嫂嫂，一个入去尔，向因二位嫂嫂讲，啊，拄则已经参迄个做错这边，才拢讲好势。这个、迄个既然甲二叔已经拢讲好势啊，已经答应啊，阮两个辅导人家也无甚物话好讲，小花生生。好，从兄弟拢总款好势，细嫩款好势了后，第二天就拍算讲。要参要对这个做错，甲许多，透早一个出发，甲迄只啊，要休夜馆的时阵，这个做错心肝无啥好。要想讲，这个时阵，关云长应该是要哪里？我无相信讲，当当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见识人不昧，迄只啊调起来设计一间房间，予因。主仆三人同处一室，然后起起个边，派人伫边仔遐要看伊个动静。迄一暗关云长全唔敢睏，精神足好个。你想想这，你才会笑吼。哦，全安尼，伊迄一暗伊认为所做全伊来是遐伫个休困，关云长伊全安尼，即伊也囥来遮坐，全坐咧徛伫门口，一手。提垃圾，另外一手安尼，要看春秋，看规暗，拢无睏，冰足发呆。做错伫外口一个看，哎呦，果然是正气参天，坐怀不乱，无参像我一般的一挂勇将吼，嘛只要讲破声了后，敢若会算算甲袂算。真正是只只真英雄尔，全安尼，即个关云长全参与二位嫂嫂全甲许多，许多无偌久，拄好发生颜良甲文丑河北晚上的勇将来伫咧叫阵，想袂到即个关云长真正是厉害，做错伊惊伊讲倒一工，迄当时伊将即个关云长。该收纳做伊一班一个勇将了后，伊嘛足惊伊讲吼，即要用就爱要将即股能量吼，要甲用要用伫上关键的时阵，
希望讲看到一天吼，若甲老毕对阵的时候，上好是官府会使开老毕，所以拢唔派出兵。免啊，有当拄到颜良文跳的时阵，什么考起啊，什么这个张辽啦，吼、哦，周仁啦，周宏啦，夏侯惇、夏侯渊，拢总唔是颜良文手的对，的对手。迄、这个时阵，有人咧讲，即声若无请迄个官二爷吼，我看吼，咱再会去互抬死了了，是毋是吼？官迄个官府出兵，就是讲，啊，即声若果无出王牌吼，可能伊再大将会死无够吼。去请官将军，即个官军长出来尔吼，三下两点半，斩颜良、诛文丑，解兵马坡之围。即场一个解煞了后，无外久。官分长就听讲，哎呦，听讲因阿兄出现伫湖北阮小遐，派人去探听。你一帮做，伊阵探听也探听。另外这边只，因为张眼龙拄文丑的时阵，老毕伫阮小这边只，远远看着讲，哎，数千只妖遐，你敢若趁我的记，伫官分长远远一个看。迄支旗仔顶悬写“汉寿丁孝官”，哪看过哪行？情况上先讲，敢讲？阮小参做错，阮小人，迄个你两军对阵，迄当咧拉的时阵，你迄若去互阮小知影讲吼，伊个二弟阮分长竟然伫对方咧替伊抬这边，抬两个大将，我看吼，老毕即个头壳可能爱搬分，爱参兵家搬分开。我讲，迄一暗全派人加班做一半八成，全走去找关文长。关文长，伊个部下，迄一暗咧巡街的时阵，看到一人鬼鬼祟祟，全将伊带入来，带去找关文长。这个关武是吼，迄个人一个立来尔吼，讲，请关将军会当属下来甲你报告吧。结果转一个讲了后，两个转按来入去内底。这个时阵，蜜蜂表明身份，我是老皇叔派我来。老皇叔有交代，假使讲关将军，你即马对你的吼在未来，啊，你感觉讲你即马已经过了真好势安尼，啊那安尼皇叔伊祝你一路风光。官府就听，将军，大哥误会我意思，我唔是真心要投降做错，我准讲肝脑涂地，我也绝对会照苏东坡桃园三结义所讲的迄句话，兄弟三人袂当当年当月当日死，但求当年当月。讲唔对吼，三人不能当年当月当日生，但愿会当当年当月当日死，请你倒转去转告皇上，军长肝脑涂地，绝对会带着李玉夫人倒转去参与做伙共赴汉室，讲完大哭一声。等啊，经过一刻间，情绪慢慢啊恢复了后，将这个蜜蜂给送出去，送出营外，然后看伊风尘仆仆消失在乌鸦之中。关分长既然佮知影伊阿兄老毕伫阮小区的所在，开始伊就开始从进前遐，做做对伊。上马金，落马银，三日一宵宴，五日一大宴，所有的拢总交代清楚。开始黄金挂印，拢总用好势，佮派人写一份清单，将着即个做错所送伊，予伊的金银财宝，拢总列清单。当时送甚物？吼、哦，啊，将迄个汉寿丁孝的银啊，用黄银布包绑好势，吊在中间。吊咧，对了，伊下底开始叫人点好势了后，第二天
就走去神像府要找这个左丑。啊，这个左丑进前我得到消息，听人咧讲，官武已经探听到这个老兵的行踪下落，所以伊全讲这个甲伊温情已经报了，伊绝对会走，会走好，我来一个啊，不见伊就不能杀。好找无？每一遍来的时阵，拢甲伊写边境。反正我就不在哦。嗯，啊，身上有伫咧无？身上无伫咧，其实伊伫咧后壁咧偷看。你来，我就是唔甲你见面。连续来几落落，甲无遐多啊。关群长讲，安尼既然甲身上你无伫咧，哦，啊那安尼，原貌只有是不辞而别。讲完回去了后，将二位夫人拢安排车辆。车马吼，人马拢好势，将做出所想事宜的在兵马当中无杂，拢无带，全个带着伊迄当时带对下邳带来伊家己的自家的兵马，带咧，然后催马，伫后壁遐哪行哪行，命令兵书将二位嫂嫂甘夫人甲二夫人全部沿路先出发，伊搁再要走蛇形象武器，搁找无人。老话讲，官某逼了，全人来拍尾走。左丑这边，这个一个查某，啊，他走去啊，他真正走去啊，啊，走去啊，就买金就买银，安尼百般对伊礼物，将规尾无法度留伊的心，如此忠义，真正是令人可佩。全人来开，行，来，赶紧。快马一只，将关将军先甲留咧。老夫有重礼要送，上至少爱做伊一挂盘串、路费，要来赠送。搁一领战袍，进前送伊一领，我送伊一领迄领红色的战袍，足水的。结果，伊拢甲穿咧内底，外面嘛搁穿因阿兄送伊迄领青色的迄领。那边看到真气，好，我都唔相信，我搁送你一领、两领，包一领，我看你要安怎穿，上跑，转安尼，做转对后壁对来。关分长参伊个二位嫂嫂已经来到一班桥遐，来到一边，忽然间，哎，听到后壁马蹄声，一对来，烟林勃勃，转大条，你看，哎。心上到位，来总兵书，保护夫人心惊，敢若会使向前，后壁发生什么代志，拢总袂使翻头，袂使停款，继续赶路，由官某来断袖，全徛，徛着伊迄个，迄只赤兔马，赤兔马，这个时阵出现，无唔对，进前遐因为张眼良拄文丑的时阵。在左丑的马条内底，有一只苏东坡，这个吕布逼阮老死了后，这只赤兔马竟然无人有法度上伊的马鞍，伊就等下到这个关云长，想袂到关云长竟然有法度降服这只野兔，人讲嘛，恶马恶人骑，胭脂马拄到关老爷。啊，真正一见如故，这有一段真大的故事，是安怎讲？因为伊关云长顶世人，毋是别人，正是项羽。这只赤兔马顶世人，正是跟随项羽四处奔波，打天下一只乌嘴马。当项羽伊自刎身亡了，一只乌嘴马夹石头死，所以做伙落去。地府经过三四百年了后，司马重商来解开这段数将近千年的这个冤案，一夜间落去边遐，将伊搁再判，所以讲项羽来出世做关羽，乌嘴马来出世做赤兔马，所以才会一见如故，才会胭脂马拄到关老爷，所以讲伊胭脂马拄到关老爷，当然麻啊麻。伊知安尼，所以这个时阵，关云长手捧
燕月岛、青龙、燕月岛伫赤土马顶悬遮，伫咧等这个造船。哎，造船那边过来，一个来甲头前的是关将军，请留步。丞相，莫非你敢是反悔了吗？老夫不是反悔，正是要来向关将军进谏。来人，上酒。兵书专安尼上手下官官，将这个酒送来甲关羽面头前。关羽唔敢落马，将酒捧起来，迄边左手捧起来。这个左手讲，祝关将军会当一路顺风，找到你的阿兄，上好是莫拄着。好，专安尼，这杯酒关云长唔敢啉，来祝贺天地，感谢天地，阿彪，第二杯搁再来。好一杯，这天第二杯，垫底第三杯，完了，好感谢，继续，咱安尼休掉，啊好，啊小等，搁有一呾紧炮，要来送关将军，惹风劈雨，哦，进上来，照常安尼塔关关，规个兵书转将这个箭炮转规个，关军长唔敢落去，用伊个青龙偃月刀转安尼。落去一挑，将迄个箭炮，划起来，全划起来，顶悬身躯满咧。感谢身上箭炮，别个啪走，全安尼一路沿路行，沿路走，然后过五关斩六将，来到黄河渡口，迄、那个第六个才出来。这人真奇，伫黄河渡口这个所在遮，为咧？关云长讲，这个将军，阮要过河，阮要渡这个，阮要过去。将军，你敢有心上的通关条文？心上亲口答应，哪来的通关条文？若无通关条文，数八将袂当将兵，袂当将兵，你敢唔知进前？五关将在将收兵的在将军，因如今人在何处？拢总伫洪都城伫遐咧做伙拍牌拍啊笑啊！啊，你既然甲知影我过关斩将，你敢伫这个所在甲我哪吒？将命在身，不得不将废话小说，趁刀青龙偃月刀转安。天空破真奇，袂化你哀。人头身躯分开只，伊只马还走，可怜。好，将兵书免惊，关羽不杀，无辜之辈，帮我准备渡船，我要渡黄河，咱安尼过去。过去一路辛苦，来到古城所在，来到古城。面前敢毋是城楼上迄个，好参像三弟一弟啊！三弟，你的二哥军长到位啊！军长，红银叉，你来要创啥？你已经卖主求营投降做错，天下皆知，你当作我这个老乌面的老粗唔知，卖搞我骗！三弟，真正的城楼下二位叔叔拢伫遮，会当替我证明。二位叔叔真正伫内底。小兵，开门，二位叔叔何里来？迄红面贼，摸何里来？三弟，你真正误会牛兄了啊！我咧六岁咧，一岁五千，五岁多收两万五。迄无后壁，你的后壁，迄毋是做兵，写错迄个啊，迄个可能参你讲好势，要来夺这个古城。后壁果然是，哇，头毛翠秋白，姓蔡，关分长。你卖走，俺正是蔡阳师爷。蔡阳到伊真奇，遐久，正是啊，
亲弟的阿姑出来用到位，口毛嘴手白，你是来要创啥？为我的外甥报仇。无代无志，你将我的外甥出来用斩死在风和渡口，我是要来替伊报仇。你有心上的指令吗？爱心上的指令如何？先斩你关羽，再搁倒转去服兵。蔡将军的命令，公道报私仇。进前假借丞相的名誉，要来换取我关羽，你这个时竟然正老实将你要替你的外甥报仇拢讲出来，拢讲出来是安怎？今仔日非你死，便我亡，看招！但呢，一来一往，这个时阵关云长已经气昏小弟张飞已经气到要吐血，浑身发热，全安尼，伫遐车辆永远都不驶袂开。走啊走，两个只其实兵困马发之际，边仔会知影讲，两马交锋冲过了后，这个时阵关云长拖倒拖去杀。莫名其妙倒拖去，蔡襄想讲，我闪有过，免哪知闪一个无到底吼，迄个头壳飞去，倒拖倒斩死一个蔡襄，全安尼入去了后，可怜啊！入去，这个时阵张飞才知影讲，伊真正误会因阿兄入去了后，关羽真正拢袂瘾插潲伊，连老逼出来时，伊的这。你就知啊，土人较土情，伊都，所以你就莫插伊。大哥，拜托你，迄个吼，迄个你无笑啊，讲一下，这兄弟也无得做啊。你讲你家己也讲哦，看这人做诶，我无法度。你着听票举起来，无代无时间讲人卖主求赢，无采咧结拜，结几落拜嘛是搁咧拜。啊，哦，这个就是过五关。吼、哦，关公过五关，啊，咱像咱即嘛来看图片，吼、哦，看图片，伊伫庙里遐，伊是安怎来做一个图片，吼、哦，好，啊，大家稍微当稍放松一下，因为我吼、哦，虽然讲了无真好，无我看大家吼，拢真认真咧听，哈哈哈哈哈，要讲真去，对吼，歹势啦，啊，都少闹鬼一个吼。哦